比赛开始，看看拆开，漂亮！用一记重扣先拔头筹，看看中距离怎样打板命中张志远。四步，已经握有一个提前的左到右的变向 A 我。赵永鹏留在半场，扣篮命中。再给到 CJ， 这能不能有个回应？漂亮！金龙队绝地反击 ，CJ 三分还以颜色。比赛开始，沟通有一点点慢。小鹏自己拔一个，哇哈！吴金瑞在肘部的一个两分球，马上给予回应。Go！ 康康打球决定自己来，时间不多，哇哈！再给到湖底，向志强三分入网，反超比分。到底是鹿死谁手？小鹏两人针尖对麦芒，一秒出手。